还没睡呢哈，这么晚了有事吗？刘总休息没？还回没回来呢。那我就跟你说吧，我有点事。啊，那进来吧。哎，好。这屋装的好，坐那儿吧。哎，你好，眼力啊。住的习惯吗？习惯。 现在山庄形势一片大好啊，人员爆满，你看，灯火辉煌的，都是刘总的功劳啊。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。那个，你这大半夜的，打扰你了啊。没事。我家你是什么情况？我媳妇那人，她瞎咋呼，有时脑袋噎呀。 那不啥事不跟我合计，所以说有时啊，哎，净惹事儿。哎呀，谁呀？二奎回来了，你跟他说，怎么了？ 谁呀？秤杆子。哎呀，刘总啊，哎呀，这不干啥呢，在这儿啊？我溜达呢。你可别给我瞎整事儿啊！我这现在老实了，你现在也太忙，我也看不着你。清者没有用的，我听小满说你带头把罚款交了。那必须的，领导你一个决定，我们必须跟随。这事做的对啊。哎。 昨晚那么晚，你上我家找小满干啥呀？啥玩意儿啊？你昨晚不上我家了吗？我昨晚在家睡觉来着，再说黑灯瞎火，我上你家干啥呀？嘿。哦。啊，行了，你忙吧。哎。珊珊。喂。 二叔，嗯，你先出去一下，回你二婶说事儿。啥事儿啊？还得背着我。二婶，我去打杯水啊，你们聊。哎呀，小满。 哎呀，咋说呢？咱俩这种情况，我现在也没资格说你。但是有些事儿呢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你这大半夜干啥去？啊？回娘家。回啥娘家？抽啥风呀？你说你呀？ 我说小满，那去了，我该澄清的我也给你澄清了，我该道歉的我也替你道歉了，咱俩就算过到头了啊！我最后一次帮你，我尽力了。明天咱俩就上民政局，赶紧的就把婚给离了。以后你是你，我是我，这这这孩子我一天都跟你过不了了，真的。这怎么能扯上离婚呢？里外里不，这不就是个误会吗？既然误会澄清，那不就没事了吗？ 你今天一出，明天一出，你永远都得有事儿。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这二奎劈头盖脸的都给我骂呀！我长那么大小名骂过我，真的。媳妇儿，你别聊，二奎骂你了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你别哭了啊！我要知道二奎骂你呀，我就不让你去了。我去多好啊！要不我找他去？你敢去吗？你要能敢去，你还让我去啊？ 啥也别说了，我走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媳妇儿，多大个事儿啊，是吧？误会已经减轻了。啊，你要感觉你委屈，你骂我两句，我给你打我，来打我，打我。真的没用的。打我，别哭了。就你那样的，你这回完事，你还有下一回，你这就老这么的，那我能受了吗？媳妇儿，我向你保证，我没有下一回了，我向你保证啊。哎呀。